最后的汗，乎心花烧过痛。我不知苍天为何牵错线，爱的路哪会这歹行？啊，谁人亲像我，为你付出无条件，甘愿受这怨怨来看破？啊，谁人亲像你，对我无情无心肝，离开我短短青春的生命。请你讲予我听，请你讲我知影，什么款的爱才会滴滴疼？这个人该是感动的，我要甲留落来向伊心问，所以嘛，请国师将人留落来。吴师爷，卡叔你所讲的拢是事实，我绝对会顺手款待。也不过卡叔真的是误会，我都一定要还伊一个公道。老婆姨，你唔去查洪秀的案件，走来这里加管什么营养素？多谢吴师爷的关心，洪秀的案件我自有分寸。国师，人带咱就来走，莫再啰嗦。安怎？讲你讲袂过，恁就想要来硬是无？我甲恁讲，赖国师。你私立上雅府，硬要甲林欢带走，杨府顶顶下下，唔然我一人看到，到时阵我若踮喺皇上面头前讲互听，看啥人较有理。你，罗姑叔，罗姑叔啊，阮吴师爷虽然讲话无介好听，也毋过却是事实的。利用遭罪侵犯小辉的名义走入我的府内。这分明就是以公济私嘛！啊，这个人甲高才人杀人未遂，我府内侍卫，大家人拢是见证。你说坚持要将这个人啊带走，敢讲你甲刺杀我的这个案件有什么牵连啊？相爷，无需要用话来叫我。既然相爷亲身出面，那呢，布衣就伫这，问你一个问题。好啊。你讲，古在林伫象牙府发现八皇子的行踪，顺手甲伊救出来。即马两个人拢伫郭师傅疗伤，也毋过根据我知影，淑妃娘娘劫持八皇子前途，莫非象牙你甲淑妃两个人有啥物交集？迄只是一场误会，请象牙讲较清楚。八皇子确实伫我府中。但是，那是因为我将八皇子为淑妃的手头救出来，暂时安置在这，想不到叫高才人发现，才引起这场的误会。这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是啊，爱知影这个代志是真是假，请淑妃来讲就知影。好，你去将这个给我讲出来。是。这就是你所讲的证据。小伟虽然有罪，也应该交予国法来制裁。你哪会当疏忽当行将伊杀死？当时情况危急，老夫若是无动手，恐惊的小伟会伤害到八皇子的性命，这是迫不得已的。相信皇上圣明，会责怪老夫。先莫讲八皇子的代志，这位公公，我坚持要甲伊带走。哼，老国师，
不是讲老夫唔爱给伊这个面子，是老夫发现这个人并非真正的太监，但是走入来宫内，而且啊，伊真明显甲高才良暧昧关系，所犯的是欺君大罪呢。迄唔是讲老夫一句话就会使卖解追究的哦。想袂到会有这款的结果，罗伯伊，现在洪秀案件破，本来应该记你大功，也毋过你并无伫个期限内面破案，所以朕决定要加赏你三个月俸禄，赎人一生。谢皇兄，也那是杨相爷咧。你虽然进前伫个大殿顶头有失体统，也毋过即马你亲手甲凶手抬死，阁解救八皇子，功劳比过是阁较大。所以朕想你绸缎百匹，珍珠百粒，百年神啊三丛，宫女侍卫20名。谢皇上。另外，郭靖阳甲张世超一案。此案是杨勇你所举发的，你敢有甚物看法？启禀皇上，这个张世超假扮太监，罪证确实。也若高才人，可惜着皇上的宠爱，甲这个张世超偷来暗去，无法无天，欺君罔上，罪无可赦。臣认为你应处以死刑。启禀皇上。这两个人虽然有欺君大罪，也毋过救甲八皇子有功，请皇上从轻发落。启禀皇上，这两个人既然敢轻视条公，就应该承担后果。皇上应该抬举教导，也若无，唔敢保证讲后摆无人会有样看样来欺骗皇上。相爷。你讲了无唔对，郭靖阳、张世超，因两人三天了后问斩，就由杨勇来监刑。杨勇名字，叔父，叔父，你去见皇上。皇上对张公子还有高才林要安怎处置的？皇上已经下旨，三年以后行刑，由相爷监斩。判死刑？就算讲世超假做公公，确实有欺君之罪，也毋过八皇子是伊救的呢，敢讲袂当将功赎罪是毋？也是讲，皇上其实是因为高才林对世超有感情在生气。也毋过，根据我所知影的，因两个人虽然有感情伫的，但是到今嘛，因也是清白的啊。靖雍，靖雍，靖雍，世超，靖雍。靖雍，世超，自从我决定要报仇了后，我都知影，我一定会有一天，这一切，拢总是我自己做得来。但不过你，你是受着我的拖累。靖雍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敢讲你阁袂当明白我的心意上，你也知影。这一切拢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是在照顾我，为我一种查某人，你根本都无需要安尼做。你愿意找一个清白的查某囡仔，安心过日子，你安尼做到底是何物苦？静雍，唔通哭。虽然。虽然咱两个即卖身在大牢当中，
不过心内是足欢喜的啦。咱两个之间，袂阁有任何的阻碍，我总算会当，安尼是将你的手牵条条。看你，不是为了别人，干那得为了我流目屎。三娇，静玉红，三娇，我愿意，愿意用我的性命来跟我出世出家，面对死亡。我无半点的惊喜啊！三娇，我是不是从来毋捌对你讲过，我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知，我知啊。三娇，告诉我有后生啊！我希望咱能够继续咱的姻缘，做一对真正的翁仔母。好，当然好。来生，不管你身材好，我拢会去找你。到迄个时阵，咱两人比个相分，做一对幸福美满的小夫妻。啊，我会生足侪足侪囡仔，真好。静瑶，静瑶，三娇，三娇，静瑶，三娇，三娇，三娇，静瑶，三娇，丁心爱静瑶，可惜啊！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下注两分。你是来为伊求情的？哎呀，静容啊！启禀皇上，国师求见。你来了拄啊好，宣国师来面圣。是，进去。微臣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国师有赶紧起来。谢皇上。国师啊，今仔日全军进宫，敢是为着迄个歌？皇上，微臣用龙脊妙法，会当伫冬天修成西瓜。微臣知影皇上为国师烦心，所以特别替皇上为皇上解忧。原来你来是为着这件代志哦。煞煞去啦！这冬天的西瓜嘛是稀罕的物件，国师果然是博学多灵啊！来人啊！在。摕落去切切嘞。是。国师啊，菜皮是冬瓜也是西瓜，那呢？你的郭在林？对啊，郭在林啊！皇上是想要问郭在林，敢有免死之法？无唔对啊！迄、那个郭在林敢有免死之法啊？有，有哦。那你国师赶紧讲，有啥物方法会当免死？您应该安怎做啊？皇上，都参照微臣伫大殿刻诏。郭在林甲张世超虽然是大罪之身，也毋过救甲北凤主有功，功过相抵，应免死罪。张世超啊，启禀皇上。这个张世超假扮作太监，罪证确实。也若郭在林，可惜皇上对伊宠爱，甲这个张世超偷来暗去，无法无天，欺君罔上，罪不可赦。臣认为理应处以死刑。死刑？张世超？也毋过真容易。皇上，两个人同罪同功。要做同做，要免全免，绝对无赦免一个人的道理。请皇上明鉴。
国师专工送西瓜来给朕，朕就吃看卖。国师，虽然讲这冬天的西瓜真难看的，也毋过朕吃起来那一点仔甜味都无啊。皇上，虽然冬天有西瓜新奇趣味，也毋过俗语讲，强蔓的瓜袂甜。强蔓的瓜袂甜。皇上圣明。就准讲，朕下边因两个人，也毋过杀人毋免赔命，朕是免啊面对天下。新办案不力，请皇上降罪。国师，你应该袂是阁要叫朕甲你抬头啊吼？请皇上昭告天下，微臣办案不力，罪当流放天下。流放啊！那你朕不准你离开我伤久哦。就一年啦，啊，要去倒啊？微臣捌听伊讲海边龙虾有笑外长，蛤蟆参像面盆遐尼啊大。微臣伊向爱美食，早就想要去遐。安尼啊，无就福建路啦。谢皇上。哎呀，伯爷啊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哎，国师回来啊！国师回来啊！师父，国师安怎？行啊！啊，师父，你讲皇上答应啊？皇上已经答应啊！啊，安尼足好诶！张公子甲高姑娘总算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做伙一世人啊！成功啊！答应啊！国师。人咧讲判官愈判好，想要为好的嘴内底将白肉甲呕出来，哪有可能袂去伤着手？搁再讲，皇上哪有可能这么紧就答应？代志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成功？国师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无甲阮讲？你敢明仔甲阮讲？国师，上官的意思是。也毋过，你去见皇上之前，并无讲代志会变到安尼死啊！你莫煞紧张，我只不过向皇上自请流放福建路一年。这是我家己的决定，我无想要让你三个人对我吃苦。我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恁对我这么久的时间。我煞无都予恁三个人有更好的发展。我想，你若是把行李准备好，离开这个所在，自找明路。我无啊。飞燕。好日子，飞燕伫咧你的身躯边，就算讲是歹日子，我嘛袂离开你。伫咧我的心目中，国师，你一直拢是我上尊重的人，所以。不管以后生活有偌尔艰苦，日子有偌尔歹过，我拢袂离开你。嗯，是啊，国师。以前孔子讲周游列国的时阵，伊的弟子拢对伫伊的身躯边。即马，你决定要流放福建路一年，我嘛要跟伫你的身躯边。不管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绝对拢袂离开你。上官。师父，别忘记我哦。虽然你即马被流放边疆，也毋过，搁较需要林公来甲你护卫。林公，罗国师，罗国师，罗国师，太后娘娘要见你，请你过去。草民罗布衣拜见太后娘娘。草民林公拜见太后娘娘。
民女楚相君拜见太后娘娘。民女柳飞燕拜见太后娘娘。林心，谢太后娘娘。宝仪，遐济啦，哀家想要甲你讲一个。谢娘娘。哀家想甲你讲，哀家才去普陀山修行回来，奈才短短时间内，竟然发生这么多代志，连你拢叫流放，安尼哪有天理啦？太后娘娘，世间事本来都有起有落，这届流放福建是草民心甘情愿，请娘娘莫煞为草民担心。宝仪啊，哀家听你自称草民，听落真正足袂惯势。袂太后娘娘，草民即马已经毋是故事啊，自然无朝臣的身份。虽然讲你毋是朝臣，也毋过朝廷嘛是需要你啊。无安尼啦，公主一向真欣赏你，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做一个门人。叫公主许配予你，你若做驸马爷有新的身份，安尼就免去福建流放。这边哪用啊？快！心爱的人，请你爱保重。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做一个门人，叫公主许配予你。你若做驸马爷有新的身份，安尼就免去福建流放。这边哪用啊？是啊，太后娘娘，宝仪是一介草民，来配起尊贵的公主。太后娘娘的好意，宝仪铭记在心。宝仪，你想过老实了。公主一向真介意你，哪会去管你什么身份呢？这只小玉佩，就当作是我招你做驸马的信物。今仔日，我就叫皇上下诏书，成全这件代志。请太后娘娘原谅宝仪，宝仪是大罪之身。实在是无适合。哀家赐婚，你竟然敢唔接受？安尼是控制哦。你讲，你是要收，还是唔收？请太后娘娘下罪。宝仪了解，太后娘娘疼惜宝仪，也毋过宝仪是大罪之身，实在无适合甲公主成亲。你一直伫提示。那呢？你的目睭内到底有哀家无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要收，还是不收？宝仪，不用的收。哼，不用的收，我就把你抬死。太后娘娘，请息怒，因为这件代志，阮实在是无心理准备，敢袂用的，等阮甲国师参详了后，才阁决定好无？是啊。去禀太后，国师这世人为国尽忠，国师若是死，绝对不是国家的福气，请太后三思。太后娘娘，卡叔公，你若是一定要抬国师，那安尼，你就连飞燕做伙抬啦。飞弟，国师死啊，飞燕活在世间嘛无什么意思。无唔对，太后娘娘，卡叔你真是要把国师抬死，你就连阮三个做伙抬。上君，您讲飞燕。你是在做啥？这跟你无关系，我一个人承担就会用的。好啊，看起来我是无看唔着人，拢起来了。安怎？奈拢无爱起来啊？拢想要死是？多谢太后娘娘不杀之恩，多谢太后。宝仪啊，
你先坐下。夏妞妞，素酒。上官，太后敢会一个生气，就赐咱饮毒酒？你放心，袂安怎，袂安怎。宝仪啊，这届哀家素婚，你拢敢拒绝？看起来，你并不是贪心怕死之徒。哀家想通啊，在这个时阵甲你素婚，唔但会予你为难，凡事会予皇上为难。也毋过爱答应哀家，爱赶紧转来辅助我的皇帝，为着我的百姓社稷无福利，稳固我朝廷的万里江山甲百年基业。无疑成就太后娘娘看到，一定袂辜负期望。一年期满以后，一定归朝，尽心尽力辅佐皇上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哀家就放心了。宝仪，这杯烧酒是哀家淡薄仔心意。哀家想要借这杯酒甲你送去，嘛希望一年后的今仔日替你还朝归来接风。到时阵，哀家会搁再敬你一杯。草民赖布衣，谢太后恩典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高靖阳甲张世超援救北方子殿下有功，代念书讲得赦无罪，当场释放，放归出宫，发行本家，听令本家每品分家，钦此。国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恁拢听到啊？哈，因两个护驾北方子有功。得赦无罪，当场释放，也唔较紧呢。是，静香，静香，静香，世超，静香，世超，钦此赦恩啊！多谢大公公。接旨啊！阿哥，多谢你。免甲我说多谢，若要多谢，就要多谢赖国师。你爱多谢你家己，就因为你遮尔啊坚持，才有今仔日美满的姻缘。确实讲，当初时你拄到遮尔多的困难。就轻言放弃，就无今仔日的结果啊！你嘛爱感谢你家己，感谢家己会当放下，会当明白，无要报仇，知影爱了解，掌握家己真实的命运。唔是我家己放下，是世超让我明白，你为着要救我，去让杨勇的人马掠去。在你拄到危险的迄个时阵，我常常袂记一切，袂记受训，敢那会记你尔尔。在迄当阵，我才发现一切拢无重要，受训无重要，游泳无重要，我家己嘛无重要。只要你会当平安活落来，我啥物拢会当好啊，你知无？静香，
你对我足好，为着我，你竟然会当将秀芬放下。杨勇已经夺走我生命中太侪太侪珍贵的人，我不愿阁予伊夺走阁较侪。假使讲因为安尼毁掉我所有的人生，阿爹甲阿娘因在天之灵一定会阁较艰苦。正勇，秀芬所以讲的亲，就是因为夺走了珍贵的人命，本来才阁因为报仇，颠倒阁再牺牲阁较侪人的性命。咱两个为生到死，又搁为死到死，也毋过一马，咱两个会当平安活伫这个世上，就是上好的报酬。谢霄、静瑶，国师，国师，你为了我甲谢霄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甲谢霄刚来当为你准备你上爱吃的物件，为你送行。这对我这么爱吃的人来讲，这是上好的礼物了。国师，你吃看麦。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，真白口味。我两个手艺，过当入国师你的法眼。啊不不，发鼻，嘛唔对嘞，应该是发嘴。这是我去南方进前上好礼物啦。听国师安尼讲，我两个就会当心安啦。心安？嘿啊，我两个按说讲要离开凤城，做一对平凡天下红母，我想。以后，阮就干那靠卖这个小点心哦，应该多较过日啊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阮国师哦，对好食的料理，会用讲是上严格，连伊都甲恁学到，恁两个唔免烦恼啦。罗阿姐，罗阿姐，八红柱，罗阿姐，八红柱，米心，啊，聪明萝卜衣，拜给八红柱。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进去了，谢八红柱殿下。是我阿姨安尼叫的，多谢国师叫我回来。八红柱殿下，莫安尼讲，草民心受委屈。妞妞千岁，妞妞，你不过是去赴死骗人，哪会真正下凡为你啊？而且代志足无简单，才水落石出。你应该回去皇宫继续做你的娘娘啊！哪会等到真是做尼姑啊？奴才大胆，娘娘决定出家修行，皇上已经答应了，而且嘛已经签到帖啊。娘娘千岁，禀尼发号回见，凡尘俗事一切拢是空，所有的权力。甲地位拢是无常，只有皇庭俗世，才有千岁万岁。恭贺娘娘度过灾厄。恭喜慧剑法师，以后可能需要法师为我一道脱离皇庭俗世。恭送八红柱殿下。只要心存善念，天下拢是福地。谢超、静良、国师，您来保重。国师，你嘛要保重。来，你坐咧。过时。保重，保重。
心爱的人，请你爱保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召唤，五子棋协助杨圣上救回八皇子，功不可没。即日起，教封为东条国师，钦此。下五洪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接旨。臣领旨，下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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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哎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子期贤弟，啊不咯，应该叫你一声五国师才对。哈哈哈！多谢相爷，子期会当有今仔日，拢是靠相爷的栽培。啊，客气客气，哎，坐坐。相爷请。哎，是讲五国师啊，伊啊下一步是要安怎做？相爷，下一步，咱都要想办法摕到青乌书。今仔日的日头奈这尼炎啊！国师，将军，我已经不是国师啊，你哪个叫我国师？是先生，咱敢要伫个遮小休困一下。是啊，先生，啉一下水啦。等过中昼，咱再搁赶路。安尼嘛好，咱就伫遮休困一下。舒服啉水。来，将军。舒服，水池内底水底要无啊？等你休困的时阵，我去头前带水转来。姑爷，来。多谢。小朋友，是安怎？哪会搞到安尼？我跟我阿公出来叫你抓，本来想要来去买包啊，结果去撞到强盗，将阮身躯顶的银两抢了了，还佫甲阮阿公拍着伤。即摆阮阿公一直在流血，你救阮阿公，拜托的啦，救阮阿公啊！好好好，你莫哭吼。奇怪，哪会发生这块代志？你乖乖莫哭吼。我即马就对你来去看卖，好不？好，行。哎呦呀！妹妹乖吼。哎呦，够疼的啦！哎呦，我就疼的。弟弟呀！哎呦呀！阿公。哎呦，够疼的啦！哎呦，哎呦，来就疼啦！哎呦呀！阿伯，你无代志吧？哎呦呀，来就。阿伯，你放心啦，我替你看卖吼。你是？阿公，这个哥哥来救你。多谢你，阿伯，这药啊会有淡薄仔疼，你要小心代志吼。哦好。我甲你包起来就好啊。家仔，只伤着皮外尔，以后几工就无代志啦。好。够疼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多谢哈。真好，这是要恁的赏金，无唔对吼？无唔对，多谢大人。
清无私。人人拢咧讲，这本奇书是罗宝义用一生的心血写出来的。我著来去看卖，这本奇书到底写什么物件？该死的怪鸟，竟然把我的青乌树抢走啊！罗宝仪啊，罗宝仪，想袂到你竟然掌握这尔啊多世间人唔知影的知识，我一定要把这本青乌树变作我的，把你治掉。心爱的人，请你爱保重。咱姨妈就伫遮休困一下。林公，甲眠床铺铺咧。是。林公，甲包好啊，给我，我小姐。多谢你哈。袂啦。先生，饮茶。哦。林公。是安怎哟？先生，青乌树无去啊。啊？你讲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林公，你是卖着急。你真足想看卖，你今日去过什么所在？或者是这个包袱啊，捌拍开过？我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多谢你哦。阿伯，这药啊有淡薄仔疼，你来小忍耐一下吼。哦，好啦。哎呦喂，哦，我甲你包起来就好啊。哦，多谢。加载，只伤着皮外尔。你后几工就无代志啊啦，哈！多谢，多谢。哎呀，我手机，这叔父，我今日去提水时阵，拄到两个去用手机的做孙啊，迄个阿伯脚受伤，我就拍开包袱啊，将内底药啊提出来。先生，看起来恁公是去用骗去啊？这个人什么拢无咧偷摕，偏偏要偷摕青乌树。青乌树去用偷摕去啊！林公，你是安怎啦？青乌树这么重要物件，你竟然让人偷摕去？你敢知影青乌树是先生上重要的一本册？好啊啦，飞燕，你着紧讲两句嘛。我讲的是老实话啊。叔父，林公，林公对不住你，我着保护青乌树。我该死。林公。林公，你哪就安尼做啦？叔父，我知影这本册是你这世人上界重要的一本册。即马煞给我拍无去，我只有一事谢罪。林公，你听我讲，你讲青乌树是我这世人上重要的一本册，我会当写出头一本，同款，我嘛会当写出第二本。叔父，你意思是？先生意思是，青乌树虽然重要，也不过你对伊来讲嘛同款重要啊，伊无可能让你一世谢罪。叔父，我对不起你。好啊，你先起来。进起来，来。不要紧，无代志。行较紧嘞！我感觉这风足凉的，足舒适的。我顶多感觉天气加足热，有一点仔袂惯性。哦，福建则是南方，天气烧热是应该。
哎，头前有一条河呢，咱等下耍水。嗯。就伫头前。进来啦，将军。将军，回来。奇怪。先生，是安怎？这条河看起来真平静，也不过在水底非常不平静。手埋伏，应该当顺利脱险。罗宝义一生得意的青乌术，阁会为伊带来什么款的危机？罗宝义一群人来到一个对因相当不友善的所在，究竟这个人会因为罗宝义的出现，发生什么让人料想未到的代志呢？看无你的形影，爱着你是我的心痛。阮不是你讲着春沙，冷冷冷的心肝已经无脚踹，留恋也是一场伤心梦，今生的所爱。伤害，无奈只有离开，请你谅解。遥远的所在，有阮对你真心的关怀。感情的世界，千言万语藏在心里。